三班的路的。还有中班的。对对。因为上次 DR 是一千，后面有一个地方可以放，这后面没有。可以放。就刚好有个变电箱，有个位置可以放。那、你这边这个是照哪里？照我？对，照那个打档的。去罗东哦，去罗东哦，哎呀，你顶下不是拢到一边啊？对啊，你囝伫遐哦，囝新妇孙拢在遐的。哦，是安尼哦，我想讲你也常常走遐嘞。哎呀，哦。Yeah.
当中那个宣传短片有的，算是线路记录。线路记录现在好像就是环岛绕一圈，顺行逆行。然后支线我以前拍过，可是只拍一个方向而已。因为你说再过10年，东部全都高架地下化了，那就完全不一样。完全不一样。这个线路其实变得好像几乎没有。这个没有变。都没变嘛？对啊，这三那个。哪里 有一个信号楼，好像拆掉变厕所。那哪里？三貂岭。对，三貂岭，对对，就那边有变动而已。我是用的，是车班的，你是车班的，我是记录段，记录段，对，你记录段寄给我，寄记录段就好了。好 ，OK， 好，好，好，我是那个机动车班的，我选机动车班，好。好做个纪念，
好，谢谢。啊，对，停机。没，还是没。OK。对，停下再请假。好，我就开门。机会难得啊。对。要放一些记录铁路的东西，放在局里的影网站里面。哦。对。大概一年多了。好，谢谢。那个是翁龙山，那是一个木在上面。好 ，OK。好。那你就拍那个瑞芳到那个青铜来回来。对。因为我本来想瑞芳到七堵，七堵再回来，那太久，中间隔一个班次。嗯。那这个班次刚好去回是同一班。对啊，其实那个瑞芳到七堵车子很多啊。啊，对啊。对啊。
对。Thank you.
沙里面。这个要录音吗？要。要录音吗？要。等一下，那个一般的确认。Thank you.
通过车道，谢谢。
Thank you.